右步，扣右步，大扣右步，啊，立起来，大扣右步，这叫横扫千军，收月。爷爷走到头了以后，转一小圈，同时收右腿。我再换个方向演了一遍，拖，好。下面说一下这个拖的用法，它中起来以后，我拿这个月的中间这个大月牙托起它来，托起来以后，这个往里滚，换手托，这托住了。转身的时候一定要快，转身的时候一快，托起来以后唰转身要快，滚，这个身子啊转着进去了，滚进去了，哎，叫他这样才能显示出短兵器的威力来。哎，下面我再给慢慢的做一遍啊，拖，换手上步，背部，哎，转身，搂，多，撩，横扫千军，收势。下面说一下这个拖的实战用法。刚才一拖的时候，他好，他中间中间一颤，拖起来，转身换手拖这个，完了以后主背部滚砍多。这个转身要快，连起来做一个快的啊，哎，这是一个转身的动作，一气哈成，哎，使对方这个枪来不及往回抽，哎，就显示出你这个月的威力来了，这短兵器的威力来了。好，我讲一下抱的练法。这个抱，走着走着圈以后，细步，这个步一越从前胸前画圆，唰抱一抬腿，穿步坐拍，嚓掐，好了啊，抱一抱，穿掐。多掐完了以后，他一抽枪，意念就是他又刺你的前腿来了，一挂抬腿上步，这个多抬，多完了以后他抽枪盖棒，叭一架，后面又来枪刺我的腿来了，一抬腿挂，挂起来以后交右手上左步背右，用这个大尖刺。我换一下方向，抱，穿，